什么情况？你们快看，这面上好多陌路啊！你看这个、那个，还有那个，都没进去，咋回事啊？那我来给你捏一下水，你为什么不退土呢？全刺我脸上了，是不是有点懒呀？他在报复你，这个是不是有痕迹？但是窝在这儿吗？嗯，哇，这个窝的可深了，你看看你们，要么就不窝，要么就窝的可深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呵呵，太爽了呀！这墨叶螺我感觉到了，很鲜嫩。很滑的那样子啊，很滑溜。你看啥情况呀？啊，这个也没进去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好多啥呀？我看看，这个还活着，你看。懒啊，你看看，属实在这里摆烂的一天。这边的沙多软呀，你不推一下吗？这我这视频拍出来，你让我。网友怎么说啊？哎，是说我视频不够精彩吗？还是说你们懒？我觉得赖他不赖我。我放松点，我们再继续找一找。这是个吗？这是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着不太像，试一下吧。光拿了拿表面上的，估计还有窝沙的。这边的沙太松软了，墨叶螺窝进去都看不见。你看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我一个都找不到呀。我看到这里一个鼓包，我以为是墨叶螺呢，扒了两下没有。给你们看我扒出来啥，海虹，这是不是？这个不是，把这个海虹带回去吧。这就放两个袋子吧。这口咋这么大？哎呀，好多沙呀！我给它洗一下，这个开口了，得回家得看看它新不新鲜，才能确定能不能吃。这个是活的，哎，给力哟、哦！带走。这个是活的，估计这个也是新鲜的。我先看看。来来来来，你看这里好多扇贝，还有一个小海星。哎，这个小海星硬邦邦的，可以放着吧。扇贝带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耶，这也太脏了。这个地方我平时不太喜欢来，这边太脏了。哎。嗯、这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么大一条八爪鱼，你咋看到的？我竟然没看到呀！哦，哎呦我塞！你看呀，这边又开始长火台了。夏天的时候就是大爆发的时候，天一暖和就开始长了哈。这边又捡两个扇贝，哎呀，你看看这好多呀，有时候也看不清。过来看。我在这里清晰一点，看到这里藏了一条八爪鱼。咦，起来吧，这脑袋好大。哎呀，好多虎台啊！这可不是紫菜哈、啊，有好多朋友以为这是紫菜。看这边还清晰一点，在这边瞅一瞅。嗯、这边有石块，能不能翻起来？这什么？哎，蛤蜊呀！我看，我看，我还看到小爪子了呢。哦、我就说我看到一小爪子跳不见了，看到一个蛤蜊。行，这里边竟然藏了一条八爪鱼。哎呦我的妈，你个老六，老六出来吧。你看看这一条也还可以哈。哎，开花了，开花了，收了。这个还挺漂亮的，我目标是这块石块。我把几个块给咦，有吗？哎呀，在这里赶海有点脏啊！走，好歹还是有收获的。这里又碰到扇贝了，带走。哎呀，张个大口在这呼吸，你不怕被敲到吗？哎呀，我的妈！可能是他们是爱吃这些东西。收了，走，继续。哎，石板底下有没有大货？一二三，起！哎呀，好干净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看看，在你们看不到的虎台底下都有啥大货？八爪鱼一只，看这里边还有蛤蜊，八爪鱼应该是过来吃蛤蜊的吧？你看那里还有一条，这是空的，再没有，我给它造一个窝，可能这里下次就能藏。哎呀！
哎呀，带走吧，继续。来下背。哎呦，这里又一只漂亮的海星了，看还是这种啊。好，来带回家。这里有两个海胆呀，这就是上次咱碰到的这个海胆啊。直到今天，这是第二个海胆，这个是第三个啊。你看，还是鲜活鲜活的。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啊？有没有小螃蟹？我看这个铁皮底下有没有活嘞？螃蟹呀、啊！哎，不是，螃蟹一条，鳗鱼啊。这钩有鳗鱼。鳗鱼，哦，把它带走啊。哦。快看，这里一条大鱼，来来，哎呀，跑了，看着，快来！哎呦，我先戴上手套啊，来，把你抓了，哈！我的天，你看张那大嘴，太凶了啊！啊，不要装，你也看着，啊！你死我了！完犊子了！我要与世长辞了。你洗一下。来。来喝点。这只鱼咬人啊，它咬到我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还得收了它啊。拿七寸是吧？哦，我的天，你看它的牙锋利啊！看它的牙，再看我的手。妈呀，回家疼呀！我的天。哎呀。不想进桶里，这个桶小了，收了它。好，收了它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咱不敢了，回家吧，走吧。